哎，三二一，中秋节快乐哦！三二一，走！啊！想当初肯爹呢，不知道谁哦，说要喝到哭喊爹娘的，臭男生拍照喽！今天是我们中秋连假的第一天，我们来到了李长阳家的农庄，我们的主人翁李长，很忙碌的主人翁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正在做什么事情哦。首先看到的是洗完菜的张玉婷，把它都盛一盆，这样感觉比较好吃。耶！忙碌的主人公，现在看到的就是正在烧火的张玉婷。张玉婷最擅长的就是水电证照，有考过对不对？最会烧水管，最会烧水管了哦，最会烧水管的艺术研究生。张茂轩现在在处理扣款的事情。啊？生火生完了，要开始烤肉了。哦，烤肉了！哎、欸，你们先制造一点氛围好不好？耶！倒一点酒。耶！小心点。耶！搭配这个月亮。耶 ！Come on！ 耶！张玉婷接下来要办个展喽，十月。15在高雄。在高雄，请大家都支持。之后就要去台北那个艺博。对。张茂轩跟着律动，跟着律动。快点街舞的街舞。张茂轩最近在办客家街舞，街舞，街舞活动哦。第一名有8万块哦。走开！真的假的？张茂轩介绍一下你的街舞活动。广场10月21号下午1点。耶！耶！耶！牛肉我不懂。你不懂牛肉，你不吃牛，不吃牛，出去。飞尘，吃狗狗肉，吃姐姐的狗狗肉。姐姐在照顾小孩。啊，中秋节快乐哦。好。太可爱了吧。他骑酱很好笑哎。来了王一晨。感觉整体比较小吧。你帮我剪一下好不好？我就喜欢那个痛感。对，我就是喜欢这个痛感。我真的觉得杏鲍菇很好吃。张安婷在帮有矫正牙齿的我剪食物，真的好痛哦，好痛啊！你常常帮我吃一吃再给我好不好？鸟妈妈，好吃吗？超痛的，好吃吗？打不开。老李打吗？你不要那么大声好吗？真的很白目哎，我们太久没见面了。这哭戏哭得好吗？哭得最实际吗？好，他以前小时候演过花系列。闭嘴！上次在我家、哦。小童星，小童星。香肠来了，耶、yeah! ！洗好洗好的香肠。叔叔阿姨在唱歌。他们两位爱的结晶在这里。他妈真的叫他心肝了、啊。哎呦，妈妈的心肝肉。我以后可以叫你心肝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心肝。心肝，哎。心肝，哎。妈祖心肝，心肝在哪里啊？心肝的心肝在哪里？在这边吧，是这里吗？看到刘东东还。耶！春节快乐！耶！有点呀。下雨了。最近做饼干刚结束是不是？很忙是多忙？下几点下班？快8点，我家8点半。8点半，那么辛苦几点上班？6点。好、哦、辛苦哦！怎么那么辛苦？哦，你们做的、哦？哎、欸，代驾，代驾吗？这里？啊，没有哎，没有交过代驾。啊！很嫩哎，很好吃啊。干嘛？可不可以多干净啊？可是这壳可以吃不是吗？可以吃，可是口感不好啊。洋洋夜雨，亮亮一身花色。我路怀着乡情的我。很多港式吗？哎、欸，我带你去吃。好，讲到高雄就不错。为什么？那上去什么店都没开。他跟你去高雄好不好玩？好玩，而且他都带我们去什么富比士啊、米其林啊那一类的地方，而且又便宜。大家讲年纪嘛，大家都少年。
最小，谢谢。我同事有00后的，突然觉得哇靠，00后哎，这种大陆用语啊。医生刚刚说现在车开到高雄已经太硬，我开到新竹我都想说，新竹太夸张了，我说叫我哥开，新竹太夸张了吧。他说现在不是21、22嘞，现在24、11月25哎。我们来问一下，下班之后就开去高雄的钟妙轩 ，OK 吗？哎、欸，他11月也是26啦。我还没有，大姐26了。大姐26。25吧。虚岁了。好了，这段剪掉。对啊，25。1/4的。可是我去算命，他就讲说要算虚岁。对啊，我爸也叫我。1/4的人生，那我们年轻人，我们年轻人就讲实际的就好。好了，我们就一点点变化，你不要这么虚岁啊！我就是出生这样子，好难过哦。对于活到现在这样子，要25岁怎么样？我会如果不看年龄，我会觉得就朝着自己的目标走。可如果一讲到年龄，我就会觉得好像完蛋了，完蛋了哈，已经不是20出头了。对，就觉得啊，我怎么还这样？可是如果不想年龄的话，就觉得哦，好像还好，应该可以撑下去。我先去哭。对于现在这样子，要25岁，感觉怎么样？烂，什么意思？开心就好了。这什么中年大叔言论？开心过一天就好了，过一天是一天。快乐过一天。内厂区啊，清洗的是田伯拉。难得阿妙这么贤惠，太棒了、哦！未来的婆婆有看到吗？斜点。皮要小吗？起烤吗？起烤。三。这边超红的。超级无敌红的。我每次只要喝啤酒以外的东西，就安慰哦。你看是不是安慰哦？懂厉害。安腔哦，是吗？哎呦。对，懂腔哦，懂腔哦，哎，做得做新球呢，哈哈哈哈哈，哦，六，噜，懂腔哦，来干杯的是，感谢大姐赞助的苹果酒，赞啦，谢谢，好喝，耶，走吧。耶、yeah, ！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黑胡椒。王一晨刚刚说看到徐玉杰开经过了、啊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放在门口，然后徐玉杰还真的开经过了。是这样。呜呼！耶、yeah! ！来喽，徐玉杰来哦。没事没事，来来来，欢迎光临。两瓶啊，两瓶。来来来。你会很多人是不是？抱、吗？呀，我没抢，不敢。哎、欸，很害怕讲到你身上哈、哦。不会，王一晨很棒。跟你们讲，我看出来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真的不要。我看到。今天的月亮是不是啊？好屌、哦。月圆人团圆。陈凤拍成这样子，差不多。他不要再拿照片了，这你拍的吗？没有，他拿照片去找的。靠背，想喝就喝了。我要你把我人，你跟别人关系是联系啊？有一点呢。去买啊，外面就有了。不用看了。有啊，你要吃一些果实之类的。果实之类的。然后坐我旁边，然后垃圾都丢在那边，干净。然后上面还有滑板，然后还有一个滑板。找不到滑板，垃圾，卫生股长在那，就我斜后面的样子。对啊，还要逼着我们去倒垃圾。对啊，你们啊，你跟徐姐，你为什么还没打扫？李长阳的第三排。哎哎、欸，走马街，这不能动、啊。这是郑林家的泡菜，好吃吗？好吃哦，真的好吃、哦，真的好吃。好大哦。你们都没有听到刚刚王一晨讲的，哎，好大一双哦，好大。你知道吗？一般我讲，一般球鞋我就穿12码。脸好红哦。没手。啤酒，我随便加喽。刚才刚来的。看牙齿硬，钢牙。哦。你刚说有 miss 掉，会痛吗？不会痛。感谢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上次去大陆，然后跟我姐的同事喝酒，他们就。哎，三二一，中秋节快乐哦！3、2、1，走。中秋节快乐。还有。
哎，想当初垦丁那种飘水哦，说要喝到哭喊爹娘的。谁啊？谁第一个先睡觉的、啊？睡到早上了。哦，买个麦当劳回来，我就醒了。对。到底是谁啊？可能姓许吧。严无许吗？徐彩莹。徐彩姐。这我姐做的饼干哦，来吃吃看。最好跟我说好话，好吃吗？不吃，我还没吃。哇，更好喝。哇，就那一盒，都是你做的。嗯那哇，王一晨做的礼盒哦，好厚耶！我帮他打一下广告。这是什么？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凤梨酥夹心饼干，我老板做的。不是，我老板的公司，我做的啊，老板的公司，好吃吧？因人而异，好吃的我不敢讲好吃，大家觉得好吃，有些人觉得不好吃，来。还有一个啊！谢谢！来坐坐。来试试你。老板公司做的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会不会太早吃？我现在不需要购买。谢谢。没关系，谢谢你说好，你先。好紧张，解放手。没买，没关系。其实挺好吃的。会太软吗？陆影城。刚好哎，陆影城男友默契啊，你们封面是怎么样？哎，你有修眉毛？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说，哎，你画眉毛。大家都说我修，可是我没修啊。你没修？你以前就这样吗？我以前就这样。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大秘密，他有雾眉。我有个秘密。真的？你现在没有雾眉吗？因为我之前撞到眉毛，然后掉了一条，对，所以才去雾。很久，国中的时候。啊？我被人家太久了吧？踹到那个讲台，然后。我就说你以前是8+98，你就算不承认，高中就用肩膀走路啊。我只是坐蹲在那里，他就踹在讲桌，然后就啪，然后就开始流血。打球、啊？认真，先不要打到我车，车贷还没缴完。大概几分钟才会有结束。先大概看一下我状况。哇，徐杰厉害哦。哎呀，好久不见的打球场景啊！哎，他以前都是麻药。继续，然后嘞？我们已经讲完了，不好意思。怎么？干嘛你赢了？耶，你赢了。我输了。谁赢了？徐师姐。宝刀未老了。还坚持。哎，他不愧是。现在有人。好在了。他受不了。拍照吗？哎，不是拍照吗？臭男生拍照喽！臭男生们。在大姐家的时候，臭男生，耶！感谢自我赞。饼干是他做的，饼干是我做的，真的。对，这么优秀。凤梨是他种的，凤梨是南部种的，多了，太多了。强迫症的张玉婷，我猜你。耶！曾冠奇，真的今天刚下飞机哦，真的。好强哦！哎，你好棒哦！你怎么没有开飞机来？你怎么没有开飞机来？讲不了啊！一定是每年的环节啊 ！Oh my god！ 哎，不要挡到我的光，好不好，小杰？他说他现在没有穿内裤哦。再一次！这是什么画面啊？你怎么变那么白？大家都在看谁去找妈睡觉。没事吧？真的没事吧？厨房工作不会好。晚上会有一点。不是这彩彩到底什么时候来？每次换一个位置，我也不知道哪一个。好听，
寂寞在我心田扩大了面积，别让那你我的爱缩短距离。轻轻松松，面前路都来行，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。你的心你放在哪里？在水中。哎，常常的迷恋歌吗？我的心你放在哪里？或许我也放在这里。前世不爱，永远开口说声好不容易。冠奇赶场了，赶场要回家了。我们的飞冠郑冠奇，不要这样说。所以，有什么中秋节的感言要跟大家讲呢？我想一下。好啊，有没有想要对24岁自己说？还不够努力，要再加油。你要努力什么？还要再加油，加油！你要加油什么？对自己人生负责。哎，晚安。这个希望每年大家都可以见得到面，见这一次。对，好，对，感情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我们感情越来越好吗？真的是不行耶，我放一下，好了。顺风顺水，结婚的结婚，真假的真假的。你在对自己讲吗？你真的对你自己讲吗？想喝喜酒，有那个港片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大家都比我高是傻小，完全没有，没有我都有机会。我不要加速，加速，没机会。我也差不多。为什么感觉比我高？还是米胖？大家都吃一样的米长大，是吧？都不健康了，大家。没错。到李长这边就是很暗。OK 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注意安全，对对对，注意安全哦，注意安全，你小心，下次可以停在我家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发就好了，你可以发，会发，我截掉，我截掉，我的低调，低调，低调，嗨。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了，哈嘞，什么哈？哈什么哈？阿什么？是阿什么？阿什么？顺利，对，永远忠诚。你让我们海军的，我们两个要练吧。我有进去啊，我能十二天。好，拜拜。哎呦，这有南波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？因为乘客比较多。是啊，阿翔。彩彩很会照顾人。就是很会照顾人啊，每次跟彩彩都很有安全感。嗯，然后我就很常照顾喝醉酒的朋友啊，例如张月婷，例如张月婷，赞你，比个赞。好啦，这次只有一次啦，他很会喝啦。好啦，张月婷真的很会喝啦。你有没有喝到断片挂？我如果有人载我的话，我想啊，想要喝喝看哈，可以。真没喝过断片。哎，我也没有哎。会做出脱序的行为，都是照顾你。因为你压抑自己太久了。啊，这是什么文青啊？但是没有事，怎么知道？坐啊坐啊坐啊！那就骑车去你家了。我就不知道坐上去会不会超重。你会赔吗？不知道。不要说说，我直接走。超烂，太美好的夜晚了吧？可是就是没东西吃啊，这才是重点，就是没东西吃。我反正后面就。然后你等一下再给张雨婷按，欸欸、感觉不一样。你可以按我一下吗？想想体验，你是怎样？那你感受，然后那你练习。他扣很深呢、欸，他也蛮紧的。现在挺向上的都做，可能要再过半年就可以换我了。哦，那你觉得整套学完要多久？3年吧，前面。干，你现在几年啦？一年呢，现在第一年。他怎么才一年啊？去年中秋节不是也才？去年中秋节刚做。那你有时候就想说快一点，快一点嘛？还是你觉得说，没有没有，这个不能快，这真的不能快。
大家也想要出师啊，可是你出师就是没办法。对啊，这是就有个技巧可言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要时间累积的那一种。所以有时候好像那时候应该高中毕业就应该去。没关系，那时候也还没发现自己喜欢那个啊。所以等一下去可能真的还要喝哦。不知道。重要是你 OK 哦，你有没有好强哦。OK 啊，大家 OK 我就 OK 啊。干，我没办法。那结束的这时刻嘞，来参观一下李长他们家的仓库。好肥料哎！我做的肥，今年嘞，我们那个造园臭包团的中秋节办在臭包。臭包。在我们那个李长他家的那个农舍里面，然后也很高兴大家的共襄盛举。张宇，我下一个会跑到 YouTube 上。没有，你是讲你的，你的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，我们今天哎，好了，没有会有那个。不是，我刚早都没拍到。I'm sorry。一起口号，我们三二一一起讲中秋节快乐。来，三二一，中秋节快乐！月圆人团圆。在个 no no， 在个 no no， 不是 no no 啦，那个讲唔到讲唔到，那个纳豆。那这边帮我中转接，然后。中秋节烤肉番外篇，来张玉婷的新家住。大家肚子饿了。好扯哦！洗完澡，张玉婷在煎葱油饼啊。我好像怎么那么 nice 啊，张玉婷，超爱你的。未来的婆婆，我看到。谢谢张玉婷。Good morning, Vivian。我们那边好丑哎。